男人穿什么样的内裤在女人眼里最性感呢？说到这个话题啊，作为女人还真的有点害羞。那先给我点个小红心，我怕你之后呀就找不到我了。这俗话说呢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穿对内裤很重要。如果这个时候穿一条海绵宝宝的内裤，就能让一个雄风正劲的男人一秒攻破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建议你呢试试这款磁石内裤啊，它前面啊有两个小磁石，可以释放一个微弱的磁场，对你进行一个养护，非常的舒服。而且它这个内裆呢是一个温感科技棉，当感受到潮潮湿湿的时候，这个小圆点它就会消失了，就是它把这些潮湿全部给吸走了，过一会儿它又变回来了，让你里面一整天呢都保持透气干爽。反正这个内裤呢就是你穿起来就像没穿裤子一样，舒适度很强。只要你穿上了，我跟你讲啊，这女人呢肯定上瘾，而且会被你迷到荷尔蒙直线飙升。你说哪个女人能够抵抗得了这样的魅力呢？左下角赶紧去试试吧。